贵定的茶园，真的也是呀，这个说是他们当地的老品种，他们叫群体种。实际上这个感觉还是福鼎种，有一些不知道什么种。这个就是，哎呀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来看一下底下这个老树根。那像你们炒这个是一芽的好炒，还是一芽一叶的好炒？那肯定是这个一芽的好炒啊。一芽的好炒，一芽一叶，一芽两叶的就不好炒了，是吧？那个不好炒，那个炒不动了。我们家太硬了。啊？那太大了，不好炒。太大了，不好炒。这一锅鲜叶多少？一斤二两。一斤一两。一斤一两。嗯。啊，不容易啊！你一个晚上能炒几锅？十锅。二十几锅、嗯。哇，那太厉害了！二十几锅，半个小时一锅。啊。半个小时一锅，一个小时炒两锅，二十几锅。啊，就做到天亮啊！我的天哪！今天是不是少点啊？今天少啊，没有多少。今天不需要做的那么多哈。就剩那个两普罗了。啊，两普罗，一个人两三个都不到了。你这是第二锅。啊。那今天最多啊？已经炒了五六锅了。啊？啊？几点钟开始炒的呀？七点钟啊。你这个是不是要留点指甲就不会烫手？对啊，你要自己是啊，你自己小心一点的。就有指甲的话就不容易烫到肉啊。嗯，是啊。那你肯定也要留一点吧，你不要剪了太短了，那太短了。那白天？嗯，不要，小心啊。刚才他是问您要不要火是吧？嗯，是啊。啊，然后您说不要。嗯。现在这个火够了。是啊。太烫了。还挺烫的。啊，太烫了，你就是揉不起。要软凉一点，软和一点就好揉的，不碎是吧？不是不碎，你要是锅温低了，那炒那个芝麻也不香。嗯，那锅温太高了，不就干了吗？不啊，你就是你自己把握那个锅温好啊。你锅温搞不好呢，那你再干了，你后面没有做好。哎呀，真不容易。要做出一个好茶出来，要眼睛要用，鼻子要用，手要用，耳朵还要用。太不容易了，这是快要好了吗？哎，是，马上就可以了，马上就备锅了，嗯，马上备锅还要备一下，好，
们俩也要喝。哦，咋过哦？哎呀妈！没事啊，没事。好冰冷。几乎不要加蛋黄。加嘛，那碗加了九号。哎呦，四号。几乎不要加蛋黄。啊，这看了姜块的那汤，咋是啊？炸来炸来的，不过了给你吃。先加八号，再来加五号。今天那两个都是帮我的。哎呀，哦，看看好厉害呀、啊！一个人管八个锅。我们还烧四个锅呢嘞。啊？我们可以烧四个锅。一个人可以烧四个锅，十个锅，厉害！那爷爷，我们知道这个窗口就是这边跟里边连接的地方。啊，一个人管，今天是八口锅在，一会儿大火，一会儿侧火，一会儿中火哦。看到他是一点不慌不忙哈、啊，炒茶和烧火的是通过这个可以传递。哎呀，这个烧火的师傅真的是厉害，不过也是忙得不停，大概也知道他的锅烧到什么样子，所以您看。这个出火了就给它烧大火，熊熊烈火啊！啊，我在这儿离的大概有两米的距离，我都热的不行。看我们烧火的师傅，热吧？哎，呀嘞，热嘞，哎呀，浑身出汗。那是要着火了，所以他就要撤火。